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哇，我们还是在阿根廷、真的这个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流连忘返。我们已经游完了老虎洲，看到上面紫色的花，这船已经开走了。他离我们而去了，我们跟他说拜拜，再见。要离开老虎洲了，游艇在睡觉的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，盖得好精致，还有玫瑰花窗。这个游艇就会摆在里面哈。哇，加上这一颗紫色的花更美。划独木舟，好好玩哦。Hola， 你们去哪里呀、去上厕所哈？对，在哪里？巴纽。巴纽，好厉害哦！也会勒切啊，也会巴纽。巴纽，上厕所叫巴纽哈。第一天来就要学会了哈。把茶叶加满，然后里面再倒水。烧开水慢慢吸。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麻袋茶怎么喝。麻袋茶就是把茶叶全部倒满，然后再倒热水，加糖，加橘子皮，会有更香的味道。然后喝的可以减肥，可以降血脂，可以降血压，是个很好的一种茶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呢，这是不同材料做成的，它有大的有小的嘛，它有木头做成的，有铁的，铁外面还有木头，它是用牛皮包起来的，还有塑料的，还有牛角做的，这是用牛角挖空了之后做的杯子。那比较高级的是哪一种？比较高级的话，牛角应该是材料最好的哦，牛角是比较稀有的。一般来说呢，用木头喝是最普通的，里面都是木头，这样子比较有味道了。有木还加了一个木头的味道，对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是时钟，这一块是一个阿根廷的地图嘛，哈，牛皮做的，牛皮做的，嘿，上面还有牛毛，所以阿根廷的皮非常有名，非常的有名，非常的软，哦，那我们大家都必须带一些皮回去了哦，哈，这是特产，哇，还有这个帽子也是很帅，来，关敏松你戴一下我看看。不要，不要，不喜欢。人家的私人住宅，私人的别墅。辛苦了，司机先生。规模太大，30几万台币。30，稍微大点，这最普通的话7-8万，然后再贵一点，再好一些就10几万、20几万，也要看里面的设施啊。那就是大家又在谈这边的房子大概多少钱啊？大家可能很多人想要移民来了哈。穿越全国的每一个省，穿越全国，从南到北，哇，这一条公路可以一直通往火地岛。好漂亮，这个花叫贾加林达。哇，波卡球队这么多的球队去看看那个足球赛，你看这个巴士就是去看足球赛的，超疯狂的。哦，波卡人要波卡的球队要去比赛，哇，还有后面还有骑摩托车的。哦，这边的人真的是非常的疯狂。看到了没有？本来骑了小汽车，后面的车也都是啊。
阿根廷最有实力的两个球队，一个叫河床，一个叫 Boca。Boca， 哎，河床其实它的英文名是 River。River 叫 River， 就是河的意思。对 ，River 跟 Boca， 哇，太疯狂了！这个花还开得真美。好，这个地方叫做 Plaza Valero， 这个地方这个区域的公园广场。哇，这个阿根廷的公园比英国的公园还要漂亮，还要壮观。对，还要壮观，到处都是马丁公园。马丁是阿根廷的国父。圣马丁，圣马丁，圣马丁，圣马丁。阿根廷的自由大道，哇，这个道路真的是，也是属于一个最宽，就连在一起最宽的。它是最宽，那七九呢？七九它是有分开啊，它有绿化，绿化一下。最有名的是七九，全世界最宽的单行道。实在是有一点离谱，太大了。想象不来哈，想象不来，一定要来一次哈。而且时间要对哦。这里有许多许多的博物馆啊，还有展览厅啊，还有那个艺术展览厅，还有非常著名、最著名的法律大学——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律大学，也在这个区域。这个妹妹刚刚开始拿麦克风，她会怕。我就教他不要怕，然后第一天、第二天，你看他现在很会介绍了。美术和艺术博物馆，美术馆，对，美术馆，美术馆。那里面有12000幅作品，就是艺术作品。12000幅的，这是非常有名的，有国内的，也有国外的，还有那栋非常非常大的是法律大学，在左手边，左手边榕树，好大的榕树。对，这是几百年历史的大树，三百年的大树。这个又是马丁吗？圣马丁吗？这个也是。哇，300年的橡树都有板根呢，都有板根。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很高级的区，名牌耶 ，LV 耶。对。很稀奇，你看，是这个。我们来到一个高级的区。大部分都是外交官住的这个区最多。地方很漂亮，来阿根廷玩了很多哈，高级的区跟普通的区我们都来了哈。讨论呢，然后那个进行这个比赛的计划都是在那边